刘首富，喝茶呢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你聊点事儿。这里不欢迎你。那得看什么事儿了。我准备跟你聊聊玉芝这事儿。玉芝咋了？玉芝挺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你给我出去。你把我这俩月工资还给我，我就走。那田宝山，你是不是老爷们儿啊？我不能白干啊，我得要钱呢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反正你不给我钱，我就不走。随便你，你就在这耗到死，一分钱也别想拿走。我尝尝，你喝的什么茶？哇，烫死我了！给。你就借我用用吧。我一用完立马还你。哥呀，我不是不借给你用，我真不知道那电钻现在在哪儿呢。那你家的东西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啊？说出来你肯定不信，那电钻隔三差五有人借，到现在还没还呢。那你最后一次借给谁了？我要想得起来，我不就要回来了吗？行，常礼金，你现在学会耍心眼了，你行啊。哥呀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一个电钻，你说我至于吗？行行行，别说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用。哎哎，哥，哎，什么人呢？这都是啊？咋回事啊？他跟我借电钻，我那电钻自从买回来就没在家待过，三天两头被别人借走，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那电钻最后借给谁了。他非说我故意不借给他，你说我是那种人吗？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不买。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？是怎么回事？以后谁找我借东西，我也不借，爱说啥说啥。召集大伙儿开个会。开啥会？孟山呢？他说他不舒服，我让他先在家里歇着了。好。刚才我回来时候啊，看见老张跟丽杰借电钻了。这丽杰的电钻呢，村里头的人啊借来借去的，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有这么个想法，咱们村委会啊成立一个工具共享中心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共享中心干啥用啊？就是由咱们村委会啊集中采购一些常用的工具，比如说电锯、电钻、电镐、管钳之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平时老百姓用的少，所以说没有几家会买，可是一旦用的时候呢又抓瞎。如果我们成立这个工具共享中心呢，那大家用起来就方便了，那也算我们给乡亲们做点实事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个主意好。我赞同，这样一来还能给村委会增加点额外收入。既然是方便老百姓，那就不能收费。不收费，完全免费。我同意，这要是收费啊，指定没人来。我也同意。于静海，我发现了，你就认识钱哈。我也没说收费。静海也是为我们村委会着想。主任，我有个个人意见，能说不？畅所欲言。那城里边那些叫共享的都是收费的，比如说共享单车、共享充电宝，咱既然是免费的，那就不能叫共享中心，咱得换个名字。有道理。那叫什么名好呢？叫便民工具站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名字行。我也觉着行。好，那就叫便民工具站。婶儿啊，你跟静海拟定一个使用制度，丽姐，你拟定一个需要采购的工具清单。好。好。静海，哎，账上还有钱吗？买车买不了，买点工具还富裕。好，那就抓紧办吧。
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？你把钱给我，我立马走人。等我有钱了再给你行不行？不行，我前脚一走，你后脚全款潜逃了怎么办？你太小看我刘首富了吧？说实话，就你那点钱，我还真没放在眼里。那你放在哪儿了？我放在心里了。你不愿意跟着吗？行，这边走。去哪儿？厕所。你怎么不走了？我怕你熏着我。到底看哪个台呀？你管呢？嗯，看这个也行。你怎么关了？我们家电视，我想关就关，想看回你们家看去。不看就不看。喂，满仓，那个记得啊，倩倩放学的时候去接她。今天我有事儿回不去了。对了，晚上让倩倩跟你一块儿睡啊。啥时候吃饭呢？我一看你就饱了。不吃就不吃，正好我减肥呢。孟山，孟山，孟山。哎，这人哪儿去了？哎，天叔，闺女回来了啊！别搭理他，他见他是不受欢迎的人。咋了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，你爸现在饿的直说胡话呀。你俩还没吃饭呢。可不是嘛，在你们家这一天净喝水了。呀，那我现在做去。嗯，做什么做？不许做。那也不能不吃饭呀。对呀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我现在还不饿呢。那我和田叔得吃啊。叔，你等着啊。哎，刘首富，你看怎么能生出这么好一闺女呢？一点都不随你。你能不能闭上你的破嘴啊？哈哈，我不说话啊，我留着我这张破嘴，一会儿吃饭了。叔，你尝尝。不用尝，闻着就香。闺娘，你家有酒没？我跟你爸喝两盅。行，我拿去。嗯，拿便宜的啊。你看你那抠样，你不应该叫刘首富，你应该叫天下第一抠。你才天下第一抠呢。嗯，好酒。怎么拿这酒了？叔，这是我爹最好的酒，看着就不错。咱们家迟早让你给败光了。来，刘首富，咱俩喝一个。我才不跟你喝呢。小飞，咱爷俩喝一个。啊，我不会喝酒。没关系，喝水就行。行。小飞啊，叔很敬佩你，在水泥厂这件事情上，叔没有想到你能站在你爸的对立面，所以你是我们响堂山年轻人优秀的榜样，叔敬你。谢谢叔。